来到2022 PMGC 全球总决赛中国 PO 赛区出征仪式，让我们来看看海外媒体的报道。Rock ชิงชนะเลิศ PMGC ระดับโลก2022 ทีม SMG มีบริษัทที่มั่นคงความเชื่อในฤดูกาล。首先登场的是 PO 赛区一号种子 SMG Big Fit。Big Fit 决赛圈时刻拯救队伍。Memory 一己之力拿下四连枪王。Beautiful 尼泊直接引爆炸到上海 NBA 腾讯视频站的三名选手。Beautiful 美滋滋。Remember 下比赛总冠军干了，野武主将收掉闪电。枪林弹雨，继续前行。The number 2 seed of the Chinese PEL of the PMGC 2022, the Team NV. 给你们上点硬菜。欢迎 PEL 赛区二号种子 NV 腾讯视频战队，他们能否卫冕全球总决赛冠军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Paraboy 面对突突，再拿出一把 UMP 三连暴走。Older。差不多了，这一颗雷直接带走了成都 AD。King， 在 NV 是只剩下 King 一个人了，是黄儿稳住了，是黄儿稳住了。舒涵，齐天之姿谁可挡？斗战之中胜为王。2022 BMGC में चीन PEL डिवीजन से नंबर 3 टीम LGD। 欢迎 PEL 赛区三号种子 LGD。 首次登上全球总决赛的 LGD 能否给我们带来惊喜？让我们一起期待。集合，一传二，传三，传四，能抵住一传四。猫猫，属于猫猫的秒杀绝技再次重出江湖。夺冠之星扬威四海。最后，欢迎第一号资格赛出现战队 ，For Every Man。恭喜 SMG 战队 ，NV 战队。LGD 战队 For Angry Man， 让我们11月10号精英顶峰见。